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是开服第八天，斗罗大陆史莱克学院进入永恒之创，现在我们就战力榜前面排这个第五了，就昨天截止啊。这边的七个修炼呢，我是125，其实我打的比较晚，不然我已经是这个第七了，结果打的晚是第十一嘛。计划拉榜，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，我们先把该买的买了，今天东西很重要，这三十来领取第八天呢。这里的话十块买了，今天主要是这个召唤福利，你看每日限购给十个册子，这个册子就可以去抽卡，每日三十给十个，这个128只给三十个，这128还是要买的，但是今天就搞一个爽的吧，这四个328就直接下注了。但是我现在再来吐槽一下这游戏比较垃圾的一个地方呢，就说不是让我加那个超级会员吗，我加了之后呢有点坑，说实在的，他说要去领取那个福利嘛，因为我们这儿充了很多钱的，我们内测这个号充了19000，结果我们一去看这个 VIP 是零，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他说这个要1月31号开始充的钱还算这个成长值，之前内测充的他不算钱，充的这个钱拿充19000，然后他也是钱，我觉得应该算的，他结果就不算，就很恶心。然后这里这10000块钱这东西其实一般啊，我感觉没有那么好，但是应该也值个几百块吧。选一个古龙，再选一个晨星。昨天有一个人他跟我说有一个 bug， 我们今天卡一下试试看。他说这个魂卡的话，这样的话60抽会有两个真卡，是怎么卡的呢？昊天锤唐三的这个抽卡活动，先连续抽40抽，再单点10次，这10次必定出一个真卡，然后触发幸运石连也出真卡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，哦，就这个是吧？这也没有50抽，做不到。来，先抽着吧。必十抽必出金卡吗？是啊，然后这30块钱买一个，这30块钱再买一个。哦，他说幸运石连必出真，切，先免费来一个。再抽十抽，出了一个精灵，再抽30，啊，唐三40，啊，又出一个护眼力，是真卡吗？啊，真古龙，这个是真古龙，然后这个幸运石连你触发了，我靠，鱼儿龙，大地之王。这卡牛掰啊，先暂存，这里应该还会有真卡。哇，真的有真卡。晨星一张抵得两张，他这个幸运值4400比上面那个两张的金卡还要高。哇靠。30出一个奥斯卡。现在开始抽这个单车。5 7。第七张都抽了个这个8。这个真的是有 bug 啊，他就是40，然后40抽，然后再10个单抽，他必给。那我们这个真卡很强的呀，今天我们一定要抽一个爽的，再来抽，还给真卡，然后再来一个真卡，真比比东，真卡跟不要钱一样。现在我们还有60抽，还能再给8张真卡，直接又给蛋白，再来，哟，又给猪猪青，直接单抽。十，再来幸运石抽，再接着召唤，但他肯定会有个护眼力，再加一个真卡的晨星，我靠，牛掰！不用说了，5800这个欧气值，一个40抽，啥也没有，但没关系，这游戏就是靠这个真卡才有作用。这游戏我们本身和这个游戏厂商没有任何的瓜葛，纯粹是大家觉得这个比较热门吧，我们就玩了，然后结果我发现不太适合我，但是今天我觉得有点意思啊，真卡走你，这还有召唤返还，卧槽，它是一本书啊，两本书，就抽个10抽2抽180给5个，这就结束了，接着再抽一下，送点这个金色的当这个狗粮也行啊，是吧？但是我感觉现在不需要那些狗粮，直接这个号就靠这个真卡节省了几千块钱，这是有的。这是左下角触发了十抽走你，我觉得这里面这个真卡就相当于说我们就需要真卡，别的卡都不需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游戏比较恶心的就是你这个战力和别人拉不开，你就得靠这个东西去拉，你知道吗？看又给个晨星，这爽啊！咱这个水友牛掰坏了，继续召唤，每年300抽马上就抽完了，放弃结果，哇，双金暂存一下吧，但是没有作用，
蛋白，再来放弃吧。我们需要的这个是真卡，古龙走你，可以了。然后还有一次，三，出了个鬼虎，然后单抽，我这单抽出了奥斯卡，这不像吗？看视频的观众看到我们现在这期的视频啊，可能这个 bug 就已经修复好了。好，先出一张真卡，哦，又是晨星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来幸运十连，走你。都得干游戏，反正这个游戏干的我不开心不爽。很多游戏我觉得爽的就是说我去干，比如说那个魂的起源啊，当初我干的特别的开心。朱浮云搞了一个，当初那个就是一天到晚的打 boss 啊，打了 boss 就可以去合嘛，合了之后就可以做事情，就特别的爽。这再来一张真卡，哇，直接给一张啊，直接给了一张真卡，这是普通的那40抽出了一张真卡二，然后单抽。待会儿咱们再把三个648充了吧，就是这个活动就卡这个 bug 存在，所以我们充这个648相当于说值个1000块钱。今天这个648我们就给它氪了，二三，我们接着来抽幸运时间，幸运时间走你，是必输真的，直接第一个就给了吗？逃三无所谓啊，放弃。朱清啊，开始单抽。史莱克七怪，我之前说过这个现象，就是什么唐三之类的都是垃圾，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些家伙，你们玩这游戏就想要得到这唐三小五嘛，就觉得哎呀，我就认识唐三小五，他就给你这唐三小五，你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拿到就挺好的。然后之后他把你留住了，他再搞一些新的卡出来，就这意思啊。这比宇中我感觉都可以升的，我感觉都给我三个真卡了。再来一个小五，没有作用，继续召唤吧。都放弃了，这样一弄啊，我感觉可以把他这个游戏给弄崩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今天来吐槽一下，我们做一下这个东西，玩家会发疯的。因为有的玩家他可能之前没有搞，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搞了之后，他不公平，然后他也去搞，结果就发现这个 bug 被堵上了，他就没有享受到这个 bug， 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疯了，然后他们就恶评如潮，去打差评去了，真的有可能的。又给这个金卡，还差十抽。再来单抽，他们都不相信我充了10000，因为这个游戏我玩的特别垃圾，真的，我之前被那个人现在搞崩了，他充800块钱，战力比我充8000块钱的还要高10000，我就想吐，你知道吗？就没有见过那么恶心的游戏。当然以前玩网易的一些游戏它也是类似的，我可以理解它这种运行的模式，但是呢对于咱们来说可能就不太适合，至少不适合我们这个直播风格。再来继续召唤，哎，又给个阿银，哇，真卡阿银，舒服。然后你看，袁天罡就说了，这狗屎游戏，哈哈哈哈，我就说会把这个玩家心态给弄崩的，真的。朱如清，我又出一个奥斯卡，大哥，你都羡慕死你了是吧？你抽卡都小心翼翼的，我这跟不要钱一样。这卡 bug 呢还要钱吗？我这个其实因为我自己买的内测的号码，我也是花了12000的。又出一个真卡比宇东，挺好的。再抽幸运石链啊，这号我就预计能卖个2500嘛，我就觉得12000的成本减去2500，它报销一半就是4750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号我估计卖不出2500。啊，已经出来了，好，我们先抽着，哇，先出一个李玩龙。它本来呢是50给一个真卡，我们相当于是60给俩，大概我们充一个648，相当于是充了1000块钱。好，再出一个真卡，迫不及待了。啊，好，出来了，李玉东又来了。我们这里就剩真卡啊，这先回退啊，把这些东西都回退了，不是真卡的咱都回退，然后这些全都下了，镶嵌一下，真卡镶嵌一下。真卡镶嵌一下，古龙，哇，还有个阿银，哇靠，这几个一个比一个牛掰，熔变。我们先升一轮，反正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升的，走你。
快速升阶是这儿，但是它不包含真卡，把紫卡升到这个金卡，但是金卡如变的话是需要你手操的，因为它要吃卡，吃金卡，奥斯卡我觉得暴击百分比不要了。之前那个玩家他跟我说，一个是裂痕精通，是暴击率还是暴击值，但是没有办法都要。来，奥斯卡全吃了，就是加暴击百分比的。到时候我们吸属性的时候，橙色属性啊，我们要锁起来，然后一般吸两个橙就差不多了，再洗的话可能要花很多很多钱，那不值当。超过1600的属于中品，先给魂卡都铺满，再升一五二。但是我们有已经有这种真卡的，就直接升一五二挺好的，因为这个上限本来就很高。你看暴击要满足，百分之六十必输，板板算毕业，暴击概率不高，暴击伤害就没有作用。他说的有道理，就是我们升暴击比较重要。然后我就说裂魂呢，他就说裂魂其次，因为这个后面可能会溢出，因为裂魂就打怪嘛。我如果已经是第一了，战力第一比别人高很多，那打怪无所谓，就要这个暴击值。所以这个奥斯卡加暴击百分比的，反而我们要留一下。这叶玲玲不行啊，叶玲玲是那个1600的，我们留一下。啊，先升一套，后面就把那个增卡全部铺满。这一套给他们先升一下，直接能升到多少？16。但其他能升到11、12也差不多，没关系。回退一下，燕的话回退，蛋白也不要了，然后给他们每人来一个。朱朱云，我们镶嵌给他融一下，这里还有真卡，这里我们再把这两个升一下，一个是这家伙，再加1200，再给这个熔变，再升。你看领取。两个四个还送一张真卡，12先强化一级，退一个吧，再强化一件升满。好，现在可以领取了，幸运时间还有个真卡的，说不定明天这个 bug 就封堵上了。真卡赢， nice， 我们已经没有遗憾了。万一给我回退了，凭什么给我回退？我不是卡 bug， 我只是抽卡的顺序不一样。他如果给我回退的话，那我们就告他就完事了，对吧？我就说我运气好，咱们可以去找人家说理的。因为官方如果这样搞的话，他嘴脸太难看了。我们就视频都录制的，他是有 bug， 但是我们严格来说算也不算之间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是不怕他，大不了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不就行了？我们又不是靠他生活的，管他呢。这个刷新的这个规律我发现了，就前面一个两个你可以搞这个 SSR， 后面就算了，对自己摸索出来的规律而已。这游戏以前是没有，以前才以前回退，这开了一个月才有这么多 bug。 那以前那些充钱的人他们都炸毛了，知道吗？我觉得这部视频今天得单独做一发，是不是气一气他们。